大家好啊！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下点样修改只1992年大二出嘅《魔神战记》啊。咁冇讲啦，废话少讲啦。我哋试下开新嘅。新的 game 啊 ，OK， 我唔好理啲先，你过场啊，等佢过啦。基本上就好有感觉啊！以前细嘅时候搞呢个，真系好细嘅时候搞呢个 game 嘅时候，真系虽然唔系话得上系咩啊惊天之作啊，又唔似好似嗰啲。Dragon Quest 啊 ，Final Fantasy 30年后都仲有人喺度讲紧啦，咁呢套 game 基本上就冇人再讲啦。但系对于我嘅心目中嚟讲，始终系一个好特别嘅 game， 系充满回忆嘅。但系当然依家你搞落去咧，你就会好有嗰种浓嘅感觉啊，即系不断同样嘅操作。基本上就是要升呢啦，咁样不断打怪。其实回想起嚟，当日愿意咁样去打怪升呢，最主要都是为咗个故仔啦，想睇个故仔到底系点样样落去啦。我觉得故仔上系有趣嘅呢个故仔，系咯。咁當然，如果你哋冇搞過嘅話，你淨純粹想睇故仔，其實你可以睇我嘅視頻啦，因為我錄咗個視頻。但係如果你話你都想自己手動玩下，但係又唔想太過嘥太多時間喺度升咧嘅話，咁你跟住我呢個方法去改咗佢。咁理論上你就應該可以喺好輕鬆2-3個鐘入邊搞曬成個 game 嘅。一如既往啦，其實呢啲咁嘅 RPG 總有啲人死係出奇嘅嘢嚟㗎啦。依家要出去。俾我出，以前啲 game 就系咁噶啦，唔俾你出，叫你去同边个讲话之类嘅嘢。OK， 而家可以开始改啦。咁當然啦，改 game 依家通常都會用 cheat engine 啦嚇，咁我就唔講多啦，你哋識用就識用啦，唔識用就去學下點樣用啦嚇。咁首先你就要按这个啦，按这个，你按这个，跟着你就会出现后果。你按呢只 process， select process to open， 咁跟住你就会睇到一个咁样嘅图画嘅，你就会睇到一个咁嘅图画。咁跟手咧，你就拣
因为用 DOSBox 嘛，系咪？咁我就拣呢只 DOSBox 咯。本啦，跟住都就会拣咗个 DOSBox 啊。喺呢度会拣咗个 DOSBox。跟手咧，好简单嘅。我哋而家要最快吃钱啦，系咪？所以我哋150 per scan。都出咗嚟，我哋去买啲嘢。买嘢，买一个草药先啦。数一三八，系，我哋开翻嚟睇。依家钱系138，所以好容易就切到出嚟啦。咁你改佢个 value， 你只需要响呢度 double click 呢个 value， 跟住转去3条9 for example。OK， 咁你翻嚟呢个呢度，你再买多件嘅时候，你就会睇到啊。So钱就最快就可以改到啦，咁有钱就其实可以做好多嘢啦，系咪 ？OK， 买多件先 ，OK， 咁就算啦。OK， 咁跟住我就谂，状态咁我谂要升 level 啦，系咪？要劲就要升 level 啦。咁呢个等级可以睇到，下低等级系零嘅。跟住经验等级一经验值系零，跟住需要核低个六字系经验值所需嘅六 ，OK， 咁得冇问题。咁 ，OK， 跟住就去打下先啦。钱少咗 ，OK， 得，一定要着衫，如果唔系好伤好伤，买衫着下先。头淡，买度啊，度要买，皮夹要买，皮鞋要买，皮帽都要买。三隻 okay， 休息一下先啦。而家有钱了嘛，根本就不用理佢啊。咁呢个 game 最大的钱装得系65535啦，基本上65535啊，35个数目字啊。咁跟住咧，就去。去 train 下先啦，要真系揾个人嚟打下先嘅，基本上。依家嘅经验值系3系咪？咁我哋去。开翻个 cheat engine， 我哋揿个 new scan， 跟住放3，系咪出咗嚟啦？咁跟住我哋就去马道轮啦。
啲我睇状态啦。唔咯，依家我哋嘅经验苏，我哋就翻去 challenge 嗰度打五，跟住 next game。诶，掉咗喎，苏系咪嚟嘅咧？我哋试下睇下苏佢经验值系七啊，七就应该成到噶啦。诶，冇改到嘅，可能系因为互联改到个数目字啊。咁我哋打多轮睇，睇下会唔会升啊？打完呢轮，睇下入到先。系升咗喎，所以睇呢个状态系而家系跌翻去二嘅，但系呢度就抖咗数目字，你可以睇到，你可以睇到呢度嘅去到十九又转紧，所以你可以睇到呢度系转紧嘅不断。所以这个数目字应该不啱的了。所以其实这个我后来研究到呢，这样是不是那么好的方法来的。所以好彩的是我们的钱我们可以 check 到，所以我们只要 right click， 我们选 browse this memory region， browse this memory region， 我们你们看不到。或者转个模式啊，转个模式啊，咁样样啊，不如啊咁样样会好啲。OK， 咁 right click 呢度啦，跟住呢度就 browse this memory region 啦。咁一揿落去，你就会出现一个咁样嘅嘢嘅。OK， 咁我哋睇翻钱咧，钱其实佢系响呢个位嘅零 C。DF36C0 这个位置，我们看看这个 0C36C0， 即是这里大致上是这个位置。 OK， 大致上钱就向这个位置了， 6535FF 这个位置。 OK， 那呢你只需要向上推呢，你就会推到between 你的钱和你的这里有一个死猛走的数目字的，这个是 timer 来的，我估计。OK， 那所有东西其实就在这里面的了。那要怎么知道谁是打谁呢？其实很简单的。譬如说29啦，好不好？ 29， 那我们可以通常第一个主角嘛，就在这里。OK， 所以呢度系二，呢度系九啊，所以我好有理由呢两个就系我哋要嘅数目字啊。要点知咧？其实好简单嘅，我哋记住二九啊，我哋打打下啦。嗱，你睇到头先二九，依家变四九啊。状态，你又睇到系四九啊，所以我哋就知道呢个啦。所以我哋可以点做呢？有两个做法啦，一就系将后边呢个所需要嘅经验值转去最低零一 ，for example。咁由于只需要升一个经验值就可以升，所以佢哋。就好快升到啦，啊！咁唔好嘅地方系每一摆升咧，佢都会调整翻去佢自己嘅数目字嘅。所以依家系十二，所以你可以睇到嘅零 C 系咪？所以呢个方法就每一摆都要 update， 都要改嘅。而一个
簡單呢個方法咧，就係改依家現有嘅經驗值。For example， 我放 FF， 咁唔淨止係放 FF 嘅喎，我要將佢加落去 address list 入邊。啊，你可以睇到，我要加咗落去，跟住鎖死佢，鎖死佢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嗱，你睇下。它会一直可以升，因为我将我的经验值现在锁起25这个数目，所以只要它所需要的经验升的经验值是少于255，它都一直会给你升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所以升到几时呢？就是升到当你所需的那个经验值超过25，它就会停低了。所以你就可以调，当然你就锁向几多都得，你喜欢咁佢就會不斷咁樣升值咯。咁然而咧，我發覺淨係升呢個咧都會有 max level 嘅，即係話你呢啲攻擊力其實都會某個層面上會鎖死嘅。咁我唔知之前我試到就發覺，直接改數目字咧喺升 level 嘅過程中係會被蓋過嘅呢個數目字，所以就唔係咁好用。但是它在 game 里面有一些叫做有一些果子的，那是什么来的呢？我将它变出来先。那你看看药草，药草，药草，一个药草，两个药草，三，这里有三个药草接着，因为我发现呢，它的物品呢其实是摆向亦都摆向呢个区域入边嘅，咁我就唔肯，我唔系好确定啦。但系就咁睇01006501010101，就好似个 pattern 啦，药草呢个魔法徽章，药草药草嘛。So， 如果我想知系咪呢个嘢，咁我就改去 for example 02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你睇佢变咗回复药啊。定义是回复药 ，OK， so 咁 ，OK， 咁咧你就可以咁确定咗呢只咧，你就可以改去，譬如话十啦，我唔系好记得嗰啲数目字啊，佢冇嘅喎，唔系有嘅咩？十一。哦，可能未够叻嘅关系或者咩啊？当你去到后期嘅时候，你系可以用到，你去后期你就可以将呢啲物件 hack 出嚟啦。咁系咩嚟嘅咧？佢系一啲增加你攻击力嘅嘢嚟嘅。OK， 咁基本上呢度就讲，暂时嚟到呢度就搞，我哋已经可以hack 到，可以冇。无限量咁样升级啦，同埋无限量嘅钱啦，咁对你啱啱开始已经好大帮助噶啦。咁假设到后期你打大王嘅时候咧，成堆嘢都转晒啦，你可以睇到嘅系。OK， so 依家你可以睇啦，物件。OK， 你睇到耐力果实。我哋果实应该系，02啊，系咪啊 ？FF65 01 51 01 5B 01，27 268，02应该就系02啦 ，so。它是每一样物体的嘛，假设我现在加十日下去先，
喂，十一，sorry，唉，我知咩问题啦，唔系十一，系应该系零九，example，零九系咩嚟嘅？啊，零九系生命果实。OK， 假设我将佢加落去。先啦，咁呢个唔可以锁翻去，我一个锁零九啊，你可以睇到嘅系，我可以不断咁使用生命果实嘅，佢唔会消失嘅。啊，跟住你话如果我改去十，其实喺 game code 嚟讲系零 A 嚟嘅 ，OK， 数十嘅话咧就系、是。力量果实啦、啊，你就可以增加攻击力啦，十一，魔法果实就增加魔法力啦，十二，十二就系速度果实，即系出招快啲啦。三，OK， 但系魔力果实就佢度写防御力，其实打错咗，其实系魔法嘅攻击力嚟嘅。十四，十四就系耐力咯，头先讲过咗咯。二力啦，十五，情绪啦，啊就咁冇咗啦。OK， so 你可以睇到嘅系，你可以由零九系嘛？系啦，零九嘅生命果实开始一直，你要用，你可以用响其他人嘅身上嘅 ，so 一定要。所、so, 以基本上佢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 game， 我唔知点解佢有 cheat engine 嚟 scan 唔到，但系唯独钱去 scan 到啦。scan 到咗之后，你打开佢嘅 memory block， 你将你嘅钱嘅呢个位同埋呢个位两个嘅中间呢一堆嘢，其实就系代表咗你每一个人嘅、每一个人嘅嗰啲资料啊。So,可能譬如话你讲，诶，我依家要大二个 character 喎，个 character， 去嘅经验值喺边度啊 ？For example， so 你可以睇到嘅系呢个第二个人嘅 block，For example 系305，咁你其实开一个计算机，开去 programmer mode 305嘅时候，佢系131，即系3101咯，系咪？所、so, 以你可以抄抄抄，你可以抄到当然我知道大概边度咗啦。所、so, 以我睇到3101咯，即系131嘅意思啊，3101、131，系咪？所、so, 以 FF 你可以睇到啊 ，FF 系6535啦，01呢个01喺度啦。所、so, 以大致上你就可以咁从由幸运值嗰度去抄出嚟，去睇到佢边个系边个，咁你就可以慢慢去搞啦。基本上，用我呢个方法，你闲闲少一个钟，你就可以将你啲人操到最劲，跟住你就可以所向披靡啦，乜都唔使买啦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咁系啦，希望呢个视频就帮到你去享受一啲旧 game 啦，因为其实。讲真的，这个 game 咧就唔系咩嘢大作啊，就唔系咩大作，都系一个古仔系值得睇嘅，古仔系值得睇嘅。咁你睇到呢个我之前嘅 game 啊，冒险时间系6小时5分嘅，系咯，都唔使好耐。我记得我以前细嘅时候真系挨夜更低嘢去为咗练。工嘅啫，储
经验值。而家用呢啲咁样嘅 cheat engine 一改就乜都搞掂晒，真系舒服。OK，so、okay, 如果呢个你对呢个 game 有童年回忆，你想玩又唔想嘥咁多时间去练功，咁你可以用 cheat engine 去改咗佢啦。咁如果你系后生仔，你未玩过呢、这个，你觉得呢啲 game 其实我觉得系有玩嘅意义噶啦。咁你想玩下都得嘅，咁但系你又唔想练功喎，系咪？你只系想享受下，咁都系得嘅，都系用呢个方法去改你。你觉得想点改就点改啦，基本上就咁啦。OK，咁我哋再下条片见啦。如果你觉得呢条片唔错啊，记得俾 like。如果你觉得仲有改善嘅空间嘅话，咁你都千万要留言，同我讲到底边度可以改，边度会更好咁。OK，咁好啦，废话唔多讲啦，拜拜啦。